好，我是维珍。本集旁白由我负责，记得帮我按赞哦。雾社水库又称万大水库、碧湖，是台湾中部浊水溪上游雾社溪的一座水库，位于南投县仁爱乡，系隶属于台湾电力公司万大发电厂所管理。因为水库兴建于雾社溪上，雾社之下而得名。加上水库位处中央山脉群山之间，四周景致优雅秀丽，水色分外清碧。于是当年蒋总统将之取名为碧湖。而水库主要功能为提供万大发电厂发电之用，计划中其引水管线的上方就是泰雅族万大社被移筑前的原居地，故又称之为万大水库，其水坝又称为万大水坝。常年来的天灾与集水区水土保持问题，使此水库淤积问题严重。2021年水库淤积率高达75%，为台湾水库淤积程度最严重的水库之一。本集就分享到此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这里是爽玩368市区乡镇频道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